周云平素一直在金阳部场忙碌，今天突然改变路线，肯定有诈。赵大人，您是不是该亲自出马？杜老板是想指点我如何抓钦犯？哎，不敢不敢。在下只是觉得，抓获朝廷钦犯这么大一件功劳，赵大人一定不可以错过呀。多谢。 这是去哪儿的货呀？走，赶紧开箱验货。丁爷，这是庆王府定制的药材，都是特制的。这封条也是庆王府的人验过货之后封上的，除了庆王府的人，谁都没有资格戒封。丁爷，这封条如果破了，庆王府的人追究下来，咱们谁也担待不起。算了吧。放行，钟纯，伙计们，钟纯来，都别动。 大人，一张庆王爷的封条就能吓倒人吗？哎，大哥，夫人，赵大人，什么货物这么重要？竟然需要夫人亲自相送？哟，你还真说对了，真是一批非常贵重的货物。 那我更要看看了。开箱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！赵大人，不就是一张庆王爷的封条吗？我来担待。此，哎，这都是一些非常贵重的药材，一旦开箱见光，很可能药性就会失效。怕这些箱里不能见光的不只是药材吧？还有其他东西。这真的只有药材？ 这样吧，你交我一箱，其他的药材你继续上传，把最特别的那一箱交给我，其余的我概不追究。这每一箱都很特别呀。你主动将吴泽交出，我算你立功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 知不知道，我曾朝廷要犯，罪不容诛。但我更知道一诺千金。我既然答应过二叔要保护吴泽周全，那我无论如何都要做到。这样做，会把吴家所有的人都牵扯进来。你别忘了，吴泽是吴一的亲哥哥。 此时此刻，我很难徇私。让开，开箱。赵大人，开箱，开。这里面真的只有药材。大人，全是药材。大人，全是药材。
什么鬼？赵大人，这些药材现在可以上船了吧？赵大人，赵大人！报告大人，往嵯峨山的关口有一队人马闯关而去，声东击西。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所有人，跟我走。 装船吧，出来吧。 至少等到黄昏时分，赵白石和扎坤才会发现上当。那时候你已经出了陕西境，应该安全了。初音，若有他日，爹当涌泉相望。不要这么说。当年我被陈塘，你极力为我开脱，这份情谊，我至今还未报答呢。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嘛。 就因为是一家人，所以有些话我必须要劝劝你。你说，你能不能别再惦记救皇上什么的了？这个，我恕难从命。少奶奶，我们要开船了。拿着路上花。 自己保重。少奶奶，韩大哥回来了，快去看看。 韩先生，少奶奶。 这一趟绕了四五百里，辛苦了。赵大人肯定也累得够呛。他这会儿在哪儿？不知道。我在回龙观把他甩掉的。你别说，他也真够厉害的，好几次都差点被他追上。快去休息吧。好。少奶奶，少奶奶，少奶奶，你们走，回来。 赵大人，赵大人。